爱气温大嘞。啊，大一点半呀。我给两个包，薯条给一包了。你阿爸买不买啊？啊，第一户我收两包嘛，啊，有第一单我第一条都无，三个包我都接好。啊，大看门口那个啥物？你大看门口嘞。来，坐一下不？对，好不好？啊，就多这两包。有有。这个。阿爸，然后直接帮我。阿爸，一包六块钱，收了去。来，我这边啊。两个呀，两个呀。来，边个坐嘞？阿爸，阿爸，两位来，我吃饭。阿爸，来哦。哦，等我一下，我再摆摆去。哎，等一下。一摆啊。一摆。阿爸，我两位吃，我吃饭。一杯两包，一包。好，真济啊。一包我两位吃，阿爸我嘞，我剩四包了。你讲买阿爸，我两位你啊。我一个。这个两个阿爸一包，上面也没有了。最后两个鸭肉放完之后。一摆。好，请。来，掏钱好不好？这个一包一包，我甲你骂完，一点拢无，莫给我留一包。一百块呢，只要我开始画鱼啊，花枪会当起来，花枪我起来，我吹落去。起来起来起来。来，你也不要看我做花花，来你帮我，后边会搞集中者，集中贴纸拢我贴过，剩一寡的拢我贴过。这只有人听啥物无？这个花枪拢无饲。好，我这个花条水给你。来，哎、蛤蟆起来，我卡在旁边。这只花枪拢无集中用，真个甲吹。这餐厅一只吹了300块，野生的花枪。来，啊你托你拢帮我集中，啊养集中哦，拢爱看边爱看会到。300加300或者。300。卖600，我阿公要食花枪一句话，300好我了。300就是嘛。若要食花枪，爱无300块。300，若要食无花枪，你若要食鲑鱼无？我今日鲑鱼炸足济啊，你敢有要食鲑鱼？鲑鱼有人想吃吗？鲑鱼啊！啊，这我来讲，我之前存下一半了。你这免抬，你等会打针就好啊。啊，一边用吹拢会打。300怎么吃啊？来，我来讲，我你听好哦。定啊。集中会用哦。哎，我这只卖几块上？这只够你，这大只来哦。这只够你。全部五个人加吃就好啊。这一只来200了，三只600，卖500、400、300等的。我阁加一只，拢无饲个啦，这只够你啊！四个加钱就好啦，500你又买袂着啊，300上面只花枪，来300，有人要食花枪无？300，有人要食花枪无？300块，300，有人要食花枪无？300，恁家有人要食葱抓饼，存4包，这手工啊，这一包8块，用煎的300、500变100了。来掏钱啊！来，有人要吃葱抓饼无？100块。哎，100哦。葱啊饼、葱抓饼100块。等我啊，来吃蛤蟆，你叫叫我分分。豆干去后边，卖伤贵。蛤蟆给钱的手边去。来，蛤蟆给钱的。蛤蟆你几包？蛤蟆给钱的。你家里给你做，你要怎样呢？啊。蛤蟆给钱，你买两包，买两个花了。来，我加这些哈。来，我免别了，哪一箱我来免别了，哎，我记了。我无写一个数啊，咱就看有了。来，我要啥物东西？葱抓饼拢有啊。来，谢谢。阿姐，这尾鱼也不是我咧甲黄白好咯。这尾鱼也真正无饲八个鱼，我来讲，我从头到尾拢卖4、300，今仔日我讲予恁听，我今仔阁结销呢。恁家在真真正正5只，你嘛要出价哦，3个，那我算是300了。来，咱们就回去了。300。来回去上面捡，今仔日鸟，三百。来回去最后捡300，你唔好跟我出价啊，一只60块，不然我咧卖得大只啊。你讲过3单吧？减低吧，减低吧，起起来。来。最后搁一个沙发上面啊。这个不要，再用，这很贵。还要给个钱，这没有钱。我包啊。这个便宜老贵。你敢用薯条呢？哈，敢过用包？来，我无卖用，我再找无。很贵，我卖用啊，很贵哦。再看包装，过来，来卖用。来，上面吃咸猪肉，免500，免400，300上面吃。好吃。这条搁送你，这条搁请你，这咸猪肉拢未死咸。这条搁你300。搁要吃咸猪肉无？咸猪肉搁难要吃无？300。真的行的菜拢好吃，真的这卖10多年啊。干人要买150吃看卖无？150。有人要买150无？来，你帮我收。700你点着？袂大袂当搁地哦。来，我来甲你买一包啊。
这包按你讲的半斤半两的牛肉火锅啦，这顿的大丰加面上好食，加乌龙面，这一包三百几块啊，两包六啊十百几块，三个人计，四个，五个，这半斤半两的哦，吼，唔免六百，唔免五百，你老你食牛肉，一包你一定爱买。花五百，花四百，免六个一瓶三个，两百咯，左边啦，两百块，这免考虑啊，一包上好食，来两百，上面写半斤半肉五百会够，大家两百块尔，这你买第一样，我小加这汤加这面都上赞的啊，两百块买来偌济，两百块咯，好，一个啊，最后搁三个两百无啊，没有，最后三个，最后搁两个两百块，你肯定煮，用我小拢免煮，这个熟个啊，两百块尔，我你买两百。你要一包，要两包。我来结婚，我你要一台车，你两包，我要一台车，再收两包去吧。啊，两包嘞，两包嘞，一包了。来，你宝贝，买一包，我一包，一百块试吃。最后一包一包，最后一包一包，最后一包一包，最后一包九十、八十、七十、六十、五十了，五十块。好啦，给我那边四百五十个亿。我差不多无咩咯，来你帮我来讲吼，你甲咱的萝卜糕配起来是上世界好食对个，对哩，鲑鱼下巴尾段对个，鲑鱼尾段对个，对个，啊即话你介绍这首你真爱买啊，你食看看，来这，这啥物事啊？有人要食这无？来这一箱啊！这鲑鱼尾段，这东西用煎的，规地拢包咧，规地拢包。这干阿日本佬，你一行价两百几块，这两地五百。我阿你讲，要食嘛，你家一千块八包。要食鲑鱼尾段的来五百，上面只有五百。哎，五百，有人要食鲑鱼尾段的无五百块？五百，有人要食无五百块？大，你讲要点一个菜无？啊？你讲要点啥？你跟我讲嘛。啊，大哥，你别来说你。几个人要相遇啊？二四六八九十个人去。来五百，上面只有五百块。来，直接搁上一个五百。来五百，来五百。结果你啊，青菜啊，乌白白啦，五百啦，五百啦。来五百，上面只鲑鱼尾段啦。来啊，无直接搁你啊，直接搁来啊，五百块上面只五百。直接搁你，直接搁你，拄好无？全部二四六八人去，咋了？直接搁你啊。你绝对买无的哦，先加钱哦，三百哦，快点买，快点买，钱也给啊，两个啊，多一票你呢啊，三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无啊，你不要再考虑啊，你今仔只一个出四五十块，你卖卖啊卖就收啊，五个，三个，来啊，本来是分五个。你分家要创啊？来，我来客个。边啊，刷个个牌头钱。来个拜。钱我一家去就好啊。你也要做，你牌子得我。别啊，搞天罗人我好啊。OK。别啊，挂挂地啊。来。加两份嘞，一千呐。哎，你嘛打来，无要就小龙汤包啊。存三百，有咩来无？小龙汤包五十粒没有？来存三包。三百五百咩咯？一包五十粒，二百哦，百五咯。一百五上面就是小龙汤包。有人要吃小龙汤包，我一百五。嗯，小白无人要吃。百五块人要吃无？百五块人要吃无？买买啦，卖老啊啦。老五啊，来，来。不要动啦。铁箱鱼个房价多少？箱鱼。来。来。箱鱼上面吃。啊。来，小米要吃三百了，来三百，我掏钱。大尾啊，两尾啊，你三尾啊，四尾啊，五尾啊，六尾啊，七尾啊，八尾啊，九尾啊，十尾啊，三百。小米够啥物啊？无，一尾啊，两尾啊，三尾啊，四尾啊，五尾啊，六尾啊，七尾啊，八尾，九尾啊，十尾啊。小米够啥物啊？无三百。小米够啥物吃哦？三百买买，卖个老少。干啥要买百五的无？这一尾剩三十块尔。哦，等一下，看看饭团到无？到人要吃香米百五的，不要摸啦，收。过来啦，收。
上车。啊，多点跟吃吃嘞。姐查一下就行。给两个，姐姐多点平平，我打电话哦。这种春节呢，已经给过。这给过你，这种给过我打平平，这种春节过嘞。洗碗跟收收啊，搞好。啊靠呀！错晒啊！足侪物件袂记买。恁敢有要食迄落无？要食煞白粒走无？拢无饲的，敢有人要食？来，我来看车。注意听，这啥物有人知无？啊，这菜头粿，这内底十块，吼、哦，伊内底用 KB 甲你欠帮，佮甲你加猪肉。一包外海行情百八，两包三啊六，唔免三百，以后五拢唔免。今仔日要食菜头粿，两百，上面食两百。加两包。有人要食萝卜糕，有两百块。迄、那个巴厘岛的占贡村偌济？是的，这我拢见过一遍。巴厘岛的占贡村一箱了。有毛无？有什么意？有毛无？咩？啊，这话恁讲吼，恁若要食这迄、那个啥物啊？这个菜头粿吼，我一包块送你，三十块给你。我若看三百，你买袂着哦。三十块，趁啊钓八个，我这面家己菜头粿哦。卖三百几啊，块两百咯。来两百。来两百块，上面食菜头粿，两百块尔。萝卜糕上面食两百。要收这一块五六块，无人要食加肉的呢。你后壁敢够？后壁拢无啊。两收拢无啊。我跟你讲啊，这后壁我公司的电话甲地址，真人也无好食，你其他。